我自己的美甲店做了一个爵士美甲啊，怎么样？还可以防寒啊，热了还能燥一下了啊，小心点儿咬着手啊，这个黄色的是黄啊，别多想。八个爆头，现在富贵的你和未来富贵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有吗？居然有人私信我让我偷开偷鸟蛋，我怕怕，我怕偷脑袋开花。红星戳到2万，三姐偷开偷鸟蛋，你们说开还是不开吧？先把它放在这儿啊。剥着小虾，开的扣一不开。有没有爱吃它的？哎呀！刚刚炸好的蟹子啊，你看肥不肥，老铁？看一下啊，哇，怎么这么多黄啊？嗯，比鸡蛋都香啊。大圣王搂他，还是酱香的比较好吃的。爆头老弟，有墨给个双击啊，没墨就算了啊，这个到现在没有墨。太难嚼。没有墨。没有墨，老铁不用给了。改良版东坡肉啊，觉得被馋到，给我留个小爱心呗。嗯，入口即化啊！看懂这是啥了没有？开口爆，再裹点辣椒油。这个视频就不要双击了，因为双击费电。这个视频如果你双击了，你会越来越幸福。谢谢。要吃就吃麻辣的啊，带味的。好辣，能吃辣的扣一啊。全网最火的蟹棒啊，这我冻了3天3夜的。哎呦，来来，腌一个啊。哎，烧肉，太肥了，都夹不起来了。
双击。